好，各位主持人大家好，我是乐队总编辑关晨。我们现在在2019年慕尼黑音响展 Inacoustic 展间，各位看到他们当然当家好戏就是这个中空的这个 Reference 系列哈。那这里是有 L4004 Air 好 ,2404 Air, 那这是讯号线，那是喇叭线啊，还有各式各样的这个 Air 系列的这个阐释哈。那今年呢，比如新的产品呢是 Air 系列出了这个电源线，好，我们往这边过来看啊，你看它一样是这样子中空把它穿过去的啊，这 Reference 系列的电源线看来蛮厉害，不知道今年代商会进来。那去年我到了这个Inacoustic 原厂采访的时候呢，就报道到这一台 AC3500P 啊，那这部电源处理器呢，应该台湾代理商有进货啊，应该台北展我们有机会可以见到。那 Inacoustic 因为是 Premier 在德国的代理，所以他们也跟 Premier 联展。那另外因为这个 Inacoustic 跟瑞士皮耶嘎两家公司之间的距离呢，车程大概半小时，所以他们经常每一年都是这三个品牌会摆在一起这个联展。好，以上是约乐总编辑在慕尼黑音响展Inacoustic 展间的报道。